老范，吃个八爪鱼。又做这么一锅啊？只要你喜欢吃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老板，先别吃了，给我来200块钱海鲜。大姐，你确定你要200块钱呢？200块钱能买几包？在咱们家，一张都用不了，就能买到满满一家上了。老婆，先别吃了，等会再吃，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。好嘞，大姐啊，太香了，来给你介绍介绍啊。来，这是咱们家扇贝肉，三包大个带黄扇贝肉，三包鱿鱼脖，两包深海章鱼须，两包无沙花甲肉，再来两袋蛏王肉。今天啊，在小妹家下蛋哥姐啊，每人再给你送上两只黄金号鲍，一共14包海鲜，只需2.9元，还包邮呢。哇，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